想收你嘅咧 ？Master Joe， 你叫我拎嘅 file 啦。唔該曬你啊 ，A R B 啊，咁等我繼續 update 下先。但係 Master Joe 啊，點解你要我拎曬啲 AI file 出嚟嘅？咁啊，因為咧，我發覺近排我哋啲 AI 咧壞得好頻密嚇。嗱，我舉個例啊，好似 AI Eta 咁，唔知點解咧，成日都會蕩失路噶。又或者好似 AI Beta 咁啊，唔知點解咧，明明裝咗個情緒裝置俾佢，仲會成日都失控嘅。咁即係話你會成日幫啲 AI 做 report 㗎？梗係啦，作為一個負責任嘅 master 啦，為咗確保 AI 幫同學仔嘅質素咧，我每一個 AI 都有一份獨立嘅 record 㗎噃。咁即係話我都有 report 啊？係啊。粉紅色一定係代表我 AI reveal 噶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AI reveal 係 AI 之手。啱啊。冇錯，等我睇埋先。成日自把自毀，又惡又唔俾我食零食，損壞程度係99.999%。啊！我明明唔係咁樣寫嘅喎，係咪搞錯咗咧？啊，我知啦。不過呢個只不過係參考嚟嘅啫，你唔需要咁嬲嘅。不過再者，你係我哋嘅 AI 之手嚟噶嘛？你有冇留意有冇其他 AI 壞咗咁樣樣咧嚇？冇啊！不過我而家開始留意㗎啦，得未啊？我都唔使啦，其實最壞嗰個咪佢咯，哥。你講咩啊？跟住啦 ，Nicole， 嚟緊個節你哋會做啲咩啊？我會同屋企人去旅行。Nicole， 你咧？而我就會翻鄉下探我嘅婆婆，我好期待佢整嘅鹹魚蒸肉餅啊！係喎，你之前講過你婆婆蒸嘅肉餅好好食嘅喎，因為啲鹹魚係佢自己曬嘅。佢係點樣整鹹魚㗎？我就係知道佢係用鹽葉再曬咋。點解用鹽葉會有咁嘅效果咧？我諗要問 Master Joe 啦。但係會唔會阻住佢做運動啊？會啦，作為一個又 nice 又善良嘅 master， 梗係以解答你哋問題作首要嘅任務噶啦。嗱，好快會有 AI 出嚟揾你哋噶啦，記住唔好走開啊！知道啦 ，Master Joe。AI Rabia， 你做乜咁樣望住我啊？絕對唔係因為你靚仔咯。咁我真係幾靚仔喎。我想知道啊，你揾到辦法去解決 AI 損壞嘅問題未啊？哦，呢一個問題啊，好簡單嘅啫。咁因為咧，為咗節省資源啊嘛，所以咧，我首先會記錄低咧每一個 AI 嘅損壞情況噶。然後喺我揾到咧，有可能咧，有機會啦，揾到資源啦，咁我就會逐一慢慢咁樣幫佢哋維修嘅。Master Joe 啊，有咁多工序，咁你需要揾人幫手嗎？講得啱啊，我已經揾咗我最得力嘅助手幫我噶啦。你最得力嘅助手？咪我 AI Rabia 咯，仲有邊個啊？啊，同學仔佢哋咧好似遇到問題啊，你都係快啲派咗人出去噶啦。哦，咁得啦。咁即係邊個啊？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AI Ava 做乜望住我塊面？我塊面好靚，係咪污糟咗？乜都冇。冇乜嘢。不過 Master Joe 話最近啲 AI 有不同程度嘅損壞，所以我要幫佢留意一下。點解淨係叫你留意？咁我咧？好簡單啫，因為 Master Joe 已經升咗我為外戰 AI 隊長。外戰 AI 隊長即係咩啊？除咗要觀察唔同嘅 AI 有啲乜嘢唔同嘅損壞之外，我仲有一個極之重要嘅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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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之即係咩啊？就是幫同學仔解決科上面的問題。唔好講咁多啦，同學仔等緊我哋啊，我哋快啲揾同學仔啊！同學仔喺嗰邊，外戰嘅嘢出發。同我哋平時做嘅有乜分別啊？同學仔，你哋好啊！你哋好啊！我係 AI Beta。我是外戰 AI 隊長 AI Alpha， 是幫你哋解決問題噶。咁就好啦。等我通知 Master Joe 已經找到你哋，睇佢有咩指示先。報告 Master Joe， 佢哋已經找到同學仔啦，你聽唔聽到啊？係，佢哋實在做得太好啦。講開又講 AI Rabia， 其實你啱啱見唔見到我嘅啫？你話咧？我有啲問題要問你啊！我想問你啊，點解 AI Alpha 可以升職做外展 AI 隊長？哦，咁係因為咧，咁我真係做得幾好啊嘛，所以升佢職都無可厚非嘅。我夠做得好啦，做咩唔升我職？哎呀，你要搞清楚啊，你係 AI 之首嚟噶嘛，首嘅意思即係首領啊，最高噶啦，冇得再升噶啦。
係喎，多謝你啊 ，Master Joe。咁我哋點樣解答同學仔嘅問題呢？我好簡單啫，同學仔呢條問題同鹽有關嘅嘛，等我解釋一下啦。鹽咧其實係重要嘅調味品，亦都係單純嘅無機礦物，再者咧係人類身體不可或缺嘅化學物質嚟噶。根據資料顯示，現時有大概萬幾種嘅鹽嘅用途啦，例如防腐劑同埋醃製肉類，而同學仔講嘅鹹魚就係其中一種啦。講得啱啊！而鹽嘅體積咧，因為咧比較細啦，咁好容易咧就可以滲入去食材裡面嘅，而且鹽咧仲會同咧蛋白質又或者係食材裡面嘅細胞咧作出反應，所以人類咧就會用鹽嚟煮嘢食嘅。咁我哋快啲通知陳 Sir， 叫佢同同學仔做一個實驗好唔好啊？好好啊！講開又講，其實我都好想食鹽焗雞啊！咩啊？我係又惡又唔俾嘢食嘅 AI Rebecca 啊嘛，係咪啊？佢情緒變化得咁快嘅，係啊！我要揾我嘅外戰 AI 隊長，快啲買隻鹽焗雞俾我食下啦！佢哋唔可以同時間佔據同一個空間。講得啱，當我哋將鹽放入清水度攪勻佢嗰陣，鹽同鹽之間嘅空隙會俾水入侵同埋溶解，所以清水就會變成鹽水。根據資料顯示，鹽水所含嘅質量比清水多，密度都比清水高。係啊，即係鹽改變咗清水嘅密度，密度同浮力都有關係嘅。當液體嘅密度越高，浮力都會比清水大。由於雞蛋相對清水密度高，所以就會下沉；而雞蛋相對鹽水密度低，所以就會浮喺水面。我哋明白啦 ，Master Joe。咩事啊？我有問題啊。乜嘢問題呢？我想問你，點解人類食得太多鹽會口渴咯？哦，咁啊，因為咧，當人類食太多鹽嘅時候咧，咁結果人類嘅血液裡面咧就有一啲鹽分較高嘅液體，而呢啲液體咧就會將咧體內細胞裡面嘅水分咧抽咗出嚟噶，咁就會令到個細胞萎縮咗噶啦。哦，於是人類嘅大腦就會產生缺水嘅訊息，即係話有口渴嘅感覺，提醒人類你哋要為細胞補充水分啦。講得好啱，而我發覺咧，我都講咗好多嘢，係時間咧出去補充水分。咁啦，你快啲將啲資料咧 send 俾同學仔佢哋，而我咧就會出去飲翻杯水。等陣先 ，Master Joe， 你翻過嚟。哦。我要你幫我去揾資料啊！咁點解要我啫？你交個電腦俾你啊！冇啦，你乖乖地坐低啦！啊，我想飲水喎，你係咪幫我攞杯水啊？唔得啊！好惡啊！Master Joe 啊，鹽嘅成分有冇碘㗎？
呢一個問題咧，一於都係等我嘅好朋友黃金耀博士答咧會好啲嘅嗱。其實咧，如果純正嘅鹽咧就唔會有碘嘅，因為大家知道咧，其實鹽咧主要係有兩種成分，就係鈉啦同埋氯氣咁樣嘅嚇。咁喺大自然度咧，我哋主要咧鹽咧就係嚟自海水咁樣提煉出嚟嘅。咁而海洋裏邊咧就會有一啲植物咧有碘嘅，譬如一啲海草啦，譬如我哋而家好中意食嗰啲紫菜咧就有碘嘅成分。咁所以咧如果一啲唔係好純正提煉出嚟嘅鹽咧，會有一啲碘嘅成分喺度嘅。唔該曬 Doctor Wong。Master Joe 話：頭先我睇本書話，原來鹽咧係可以溶解於水噶。講得啱啊！等我解釋下咩嘢叫溶解啦。溶解咧其實咧就係溶劑分子，好似水，同埋溶質分子，好似鹽嘅結合過程噶。哦，咁嘅過程又係點嘅咧？個過程咧就係啲溶質分子平均咁樣咧分配喺溶劑裏邊嘅。咁點解熱水溶解物質嘅速度係會快過凍水嘅咧？當溶劑温度比較高嗰陣，溶質粒子嘅動能都會比較高㗎。資料話佢會以較高嘅動能撞擊未溶解嘅溶質，所以會較容易進入溶劑。冇錯啦，於是乎咧，熱水嘅溶解速度咧就會比凍水快好多㗎。咁同學仔可以做啲咩實驗呢？一於就做呢一個實驗啦。OK， 通知咗佢哋啦。Yes。有信息 ，Master Joe 叫我哋了解一下鹽水嘅溶解度。咁要點了解啊？呢個問題好簡單，用好簡單嘅。其實鹽和番鹼都可以溶在水，但是溶解的份量是有限度的。根據資料顯示，我們將濃度高的鹽水倒落去番鹼水裡攪拌，由於溶解份量有限度，所以兩者都不能夠同時溶解於水。句號。加上鹽和水的結合力比起番鹼和水的強，所以番鹼就會變成固體，在液體裡面釋放出來。原來係咁，佢哋明白啦。Master Joe， 同學仔嘅問題仲未解答啊！哦，就等我而家詳細咁樣解釋俾你知道咧，咁你咪自然點樣解答啦。嗱，就係咁樣嘅。其實鹽咧係會用幾種方法咧嚟干擾咧呢個微生物嘅生長嘅。其中一種方法咧就係利用滲透作用，令到食物脱水，咁就可以防止食物嘅腐爛噶啦。根據資料顯示，這個方法很久之前已經存在的了，人類就會用固體又或者液體的鹽去醃製食物。說得很對，就好像人類所用的鹵水就是用來醃製蔬菜的鹽水來的。資料還說用鹽來保存的食物有鹽豬肉和鹹金桔。除了這些醃製技術和其他保存方法之外，我們人類還會用煙燻又或者是用香料都一樣可以用這些技術的。咁呢個方法有啲咩好處呢？哦，呢啲方法咧，除咗可以防止食物腐爛之外咧，亦都可以抑制咧食物裡面嘅病原菌，好似肉毒桿菌啊，或者係沙門氏菌等等嘅增長噶噃。Master Joe， 你真係食物嘅專家嚟噶。講到食物，我 Master Joe 感應第一都冇人感應第二啊。不過我 Master Joe 除咗係食物嘅專家之外，仲係一個好上進嘅科學家嚟嘅。咁咧，你快啲通知同學仔佢哋去做呢一個實驗啦。搞定了 ，Master， 输。兩位 AI 用鹽醃嘢嘅原理係咩啊？我已經問咗 Master Joe， 而家等緊佢指示。冇啦。Master Joe 叫我哋用紅蘿蔔
鹽同埋匙羹去了解。咁即係點啊？我知道 master 租嘅意思啦，你哋跟我嚟啊！材料喺曬度，診所我哋今次要點做啊？我哋將紅蘿蔔中間嘅肉挖出嚟，然後塞啲鹽入去，你哋睇下會點？呢個任務就等我外戰 AI 隊長 Alpha 嚟啦！根据资料显示，这个叫做渗透作用，人类就是用这个方法去令到食物脱水干晒。是啊，无论固体或者液体的盐都会倾向和食物的盐分达至平衡。根据资料显示，因为盐的成分较浓，为了要令到红萝卜和盐的浓度相同，所以红萝卜的水分就会流向盐。说得啱，因为盐会拿走食物里面的水分，没有水分微生物就不能够生存，那些食物就没那么容易变坏了。资料还显示，人类会用这种方法去保存食物，咸鱼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我们明白了。鹽焗雞 ，Master Joe 啊，根據資料顯示，人類每日係唔應該攝取多過2000至2400毫克嘅鈉，即係一茶匙嘅鹽㗎。哎呀，你咁樣講又唔係完全咁正確喎。原因係鹽係電解質嘅一種啦，咁可以保持咧人體裡面細胞內外嘅水分平衡，而且仲可以保持咧我哋嘅肌肉收縮啊同埋伸展㗎。咁 Master Joe 話點解資料話係唔健康啊？咁啊，因為咧，如果人類咧食太多鹽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咧血液嘅容量增加，咁啊即係會產生高血壓啦。但係相反，如果吸收得太少嘅時候咧，就好似啲 AI 冇曬電咁嘅樣啦，就會產生缺鹽嘅情況，導致到肌肉抽筋噶。咁 Master Joe 話人類會唔會話吸收得太少鹽噶？喂！咁呢個情況咧係非常之少會發生嘅，除非如果人類咧喺高運動量嘅時候咧，咁大量嘅鹽分咧就會經過汗水排出體外嘅時候咧，就會出現缺鹽同埋肌肉抽筋嘅情況啦。所以人類有好多健康飲品都有鹽嘅元素作為補充劑啊。係，講得好啱嘅。得啦，你坐低啦 ，Master Joe 啊，你睇下我 database 增長咗幾多？唔使多謝我嘅。我冇諗住多謝你啊。哎呀，唔好講咁多啦，我快啲出去買啲材料整鹽焗雞啦。唔得，坐翻喺度。點解啊？因為你仲未 update 我個 file 啊。誒，今日我要休息啊，出去買鹽焗雞啊。拎本圖解 Master Joe 出嚟先。恭喜曬啊，同學仔，你哋今日咧知道咗啦，點樣可以用鹽咧嚟醃製食物嘅？希望你嘅發掘新嘅問題啦。不過講開又講，同學仔可唔可以留啲鹹魚蒸肉餅俾 Master Joe 食啊？好啊 ，Master Joe。Nicole， 我強烈建議你唔好咁做，因為 Master Joe 而家努力 keep fit， 你咁樣做會好容易令佢變翻做 fat fat Master Joe。咁又係，咁麻煩你哋翻去同 Master Joe 講點解我唔留翻俾佢。冇問題，佢知道你今日嘅著想，佢一定會覺得好開心。兩位 AI， 多謝你哋今日嚟幫我哋解決問題啊！唔使客氣，我身為外戰 AI 隊長，外戰 AI 隊長，外戰 AI 隊長，我一定會盡力完成任務噶。咁我哋走先啦，拜拜。拜拜。AI Vita， 我哋都要翻工作室啦。外戰 AI 隊長，外戰 AI 隊長，外戰 AI 隊長，點解你有得升職做外戰 AI 隊長？咁我咧 ，Master Joe。Master Joe， Master Joe， 我懷疑 AI Vita 被病毒入侵，佢而家翻緊嚟揾你啊！你快啲走啦！哎呀，鎖匙、銀包、電話。Master Joe， 咩事啊？我有新發現啊！咩發現啊？呀，唔好講咁多住啦 ！AI Vita 咧嬲咗我唔升佢職啊，佢而家要翻嚟揾我啊！哎呀，我都係避開先啊！你好快就要避埋我噶啦！我點解要避埋你啊？我發現啊 ，Master Joe， 點解 AI Alpha 多我咁多裝置啊？點解？
得，因為咧佢成日都要出去 update 佢個 database 啊嘛，所以於是乎咧，不如咁啦，都唔好講咁多啦，我哋睇下佢有咩新發現啦。先啦，個玩唔到你係正常噶嘛？你話係唔係啦？咁呢一個遊戲係要兩個人分別坐喺個壓力波度，向左右或者係前後咁樣彈跳先可以玩到噶嘛？係訓練兩個人個合拍性嚟噶。同埋啊，如果想同樂仔可以玩呢個遊戲之餘，都可以訓練一下做下運動噶嘛。咁佢用咗啲乜嘢原理呢？哦，咁啊，因為壓力波入邊咧有一個力度感應器啊，當個壓力波咧感受到外來嘅壓力嘅時候咧，咁你 AI Alpha 嘅重量咧，咁同埋嗰個波彈跳嗰陣咧力度咧就會轉化成為一啲電子信息啦，然後經過電腦嘅處理之後咧，就可以控制到熒光幕上面目標嘅動作噶啦。哦，原來係咁 ，Master Joe， 咁點解你唔派到 AI 嚟幫我呢？如果唔係，我頭先一定會贏噶。哎呀，你呢個外展 AI 隊長啱啱升你職啫，咁貪玩嘅，你而家嚟玩啊，定係嚟收集資料啊嚇？係 ，Master Joe。哦，有同學仔 send email 俾我啊，佢哋問咧點解有啲人咧會好怕辣，有啲人又唔怕辣喎。咁啊，因為我哋最初食辣嘢嘅時候咧，就會感覺到咧，哇，好辣啊，好難適應，好辛苦咁嘅樣噶。不過，隨住呢一種慢慢習慣咗之後咧，咁味蕾咧就對辛辣食物嘅所有呢一種嘅刺激咧，有高度嘅適應性啦，同埋依賴性嘅，所以就會越食越辣，越辣越想食噶啦。